Shoot Q Bang. Music. 今日我开心，我哋邀请到 Van 姐嚟到我哋呢一个师奶厨房。咁而家介绍下材料先啦。今日整雪 Q 饼嘅材料咧，就系有奶粉、饼干、棉花糖、无盐牛油、士多啤梨干同埋呢个蔓越莓干啊。咁头先就系开好细好细好细嘅火啦，要用咩二铁镬就将牛无盐牛油摆落去先。跟住就等佢慢慢溶咗佢啦。即系要煮溶晒佢。系啦。好。煮溶晒啲牛油，跟住咧就可以加埋棉花糖啦。是不是都是 keep 住細火啊？全程都要 keep 住細火嘅。咁最好咧就用翻白色嘅棉花糖。其實我第一次嘅啫，希望成功啊！大概咁啦，煮到一劈嘢咁，咁就可以熄火。熄咗火，跟住先落奶粉。因为卫生的问题，我哋全程戴口罩。太好啦，你会自动帮我手。我是一个很劲的 assistant。好，搅匀咗之后咧，就将啲士多啤梨干啊、梅干啊，或者咧可以加嗰啲叫做果仁噶，个人喜好啊。咁就将佢捞匀佢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靓啊！啊，真系好靓嘅，有啲似料结糖啊，真系。其实呢个咪料结糖，系咪简易版嘅料结糖咧？雪 Q 饼。哇，太多了！可能用手啊，好用手，用手套好啲。但我觉得啲饼有啲多咯，我而家拎翻走啲，我觉得太多啦，冇晒。哇，好食噶，咸咸噶个饼，跟住系几脆嘅，冇乜味咯。系啊，拣个冇味啊。你拣有味就抢晒，本身已经好甜啊！你呢个雪 Q 饼，但系我觉得你好似出中酒意，用好多力水去搅喎。哎呀，会出汗噶，太多饼啦！但佢份量系咁噶喎。你应该要再可能再用力将佢真系再拉再折中间，可能嗰啲 cream 状嘅嘢。用手啦。系啊，要用手啦，直接。我惊好。但系佢做到去上网教嘅一丝丝喎，而家系。孩子个手套啊！佢呢只真系好黐。哇，好黐啊！哇，唔好用咧呢种手套，可能用呢一只会好啲，或者用保鲜纸直接搓佢。哇，用呢啲呢一只嘅胶手套好啲嘅。嗰个过程都几辛苦啊，要用力，
咁样拆咯，睇下呢只手套系唔黐嘅，系咪不停要好似咁样反啊？要不停咁样反，不停咁拆，呃走里面嘅空气咯。跟住就喺个盘度揾少少奶粉，然之后咧就将佢压落去。造型噶咯，而家系。系啊，跟住摊到就切得噶啦。其实系几辛苦噶。哇！我觉得，哇！最后咧就压晒佢啲空气出嚟。啊！好压啦，其实已经。可以剛才不是很難壓的，可以在那個雪 Q 餅的上面鋪一層保鮮紙，跟著呢就用圓柱體來碌一下它，因為我沒有麵包棍，所以就用了這個什麼山崗橋牌米醋，記得那個口千萬不要生實，欸，很成功喔，這樣做平均一點咯，這樣 Wen 姐現在用她平日工作受到的委屈碌落去雪 Q 饼，好食，真系好食，收咗钱嘅讲法，哇，打咗去。这个雪 Q 饼咧，好好味啊！个感觉咧，好似尿结糖，但系就冇咁黐牙，又冇咁甜，同埋多咗啲饼干咧，个口感几好食。可以下次试下用嗰啲米汤嘅嘢。摊冻咗之后咧，就可以切成一嚿嚿。哇，个卖相都几靓嘅喎！完成。